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无所不答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定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做头也会出名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朋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当事人定签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咱来看这个政治新闻吼。台北市长选情初谈，哦，双文对决，结果相当啊！这哦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，这哦，这一个要人搞笑噶，人搞笑噶，安怎讲？无影的时阵，要以阿宏的这个判断啦，无影咱这个台大吼。这个创伤医学部的这个主任，哈、哦，这个郭文铁啦，哈、哦，郭文铁，啊，加的孙楠上，加这个小英啦，哦，这个、文已经应该是这个蔡英文啦，应该是安尼，来，伊讲结果相当，干嘛呢？无可能啊！不可能，因为哪讲？因为这个郭文德的孙安尼啊，你讲这个红安的这个红中秋这個，伊有什么迄落无啊？对不对？伊哪有什么啊？啊？伊是算讲艾滋病啦，哦，艾滋病的孙安尼啊，伊是算讲伊迄个是负责嘛，啊，所以失误去。
检查就对了，所以人个艾滋病伊作检查无，检查无，啊了后发觉讲啊，这就是艾滋病，所以伊个关个器官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佮加个孙阿娘这个红暗嘛，那伊他有啥物嘿啊？啊，安尼哪敢安尼？安尼这种个新闻啊，伊会当当选台北市长，我看这嘛是怪事一层啊，也是我会使安尼个。给讲的怪事一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到安尼，咱台湾根本就无够人啊嘛，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但伊迄种的也要做台北市长，伊是凭什么要做台北市长啦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是凭什么遐啊啦？对不对？哦，你若讲啊，着蔡英文过去民进党的有迄条甚至的时阵啊，伊讲三级跳啦，跳高的时阵啊，做这个。副行政院长啊，吃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迄嘛讲，虽然坎坷，讲坎坷啊，伊嘛是有一个迄落啊，而且伊阁选这个总统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伊应该这个一关门铁盖要比啥物遐，我都想袂遐。所以伊这个中国时报吼，靠我这个国民党，靠我国民党。所以现在人高手家，哦，都要让，尽量啊，哦，叫这个郭文铁出来选啊，哦，跟这个效应拼一下啊，啊，那安尼是不是票都会散去啊？哦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哦，这个政治就是安尼啦。哦，阿宏的这个分析啦，我是无够看内面啦。哦，以我刚才看的标题，啊，加这几年哦，加这个政治伊的这个生态种种的吼，啊，加这个官员的嘴脸啥？我应该，哦，应该我安尼分析，应该是袂讲差足济才对啦。来，伊讲的是呢，某年首都市长曾霸曾孝俭，你无哪咧电影上届，互人哦上届有人气的就对啦，哦，那么首推，哦，安尼我讲了唔对，我是讲的时阵啊，文哦，蔡英文啊，甲林姓文啊，哦，所以因为啊，咱这经历较浅哦，所以判政治的这判断都错过去。哦，原来就是林姓文哦。那么甲蔡英文啊，哦，由这个王王中西民调中心最新选情初探得知影啦哦。那么国民党林姓文一举夺秀，赢得23%的这个认同度啦。那么民进党蔡英文气势非凡呐，哦，嘛有18%青睐度啦，哦。那么当湘文对决，哦，差偌济？哦，差5%嘞，吼。那么林姓文有36%支持度。蔡英文也获得33%，那么用户多，那么双方哦实力相当呢。嗯，啊，那个安尼实力相当，啊，那个安尼啊无，拄则讲文的无对不对啦？啊，无咱来讲拼布一个，对不对啦？来握手把一个，到底是安怎？那握手把我看是连胜文赢才对啦。那蔡英文，但你就知影。哦，弱不禁风哩，啊，一个孙阿娘，小姐小姐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个孙阿娘，连个吼，啊，若无参选吼，群雄并起，哦，根据今日出刊伊个这个时报周刊第一报道啦，由王王中时民调中心针对台北市。812位，伊个即个算讲已经有到即个投票权啊啦，吼、哦！即个电话调查发觉讲个时阵啊，在目前国民党6个可能参选的即个人中间啊，林姓文以23%，伊个即个支持度领先啊，吼、哦！其次是丁守中啊。那么有12%，其他，比如讲
江宜桦现任的咱这个啊，这个行政院长哦。那么李鸿源各十各四趴了呢，嗯，有蔡正元三趴，杨石秋一趴，无表态有四十趴了，这么多。那么有十二趴，哦无，不是，那么四十趴，剩呢哦，有其他的这个意见，哦，交车所知影的，连新闻。在无同款年龄、性别、学历，以及着国民党支持者内面，拢获得比较的较悬伊的这个认同度。但是啊，在北投区、大同区、啊甲信义区，少数丁修中啊，啊，不过是安尼，我所知啊，大同区哦。拢即个民进党个较济哦，吼、哦，大同区拢民进党个较济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讲即、這个，若是连胜文无选，国民党内部伊个即个选举出现了变化。调查呈现丁秀中以26%支持度窜起啦。那么有14%的这个票源，的这个加持啊，哦，算讲的算连胜文就无算啊，啊那连胜无算，你要算啥？我选丁秀中，我选张秀中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所以是那呢，丁秀中煞变成有14%的这个支持度，哦，加持就对了，哦。啊，那么江宜桦嘛赢得20%，伊的这个肯定呢。增加16%，哇、哦！安尼，安尼，这个连胜文我看爱选咧，吼、哦、爱选，吼、哦。那么排老三哦，是这个李鸿源啊，嘛有4%，增加到16%啦，吼、哦，拢增加就对了。那么其他的这个候选人，譬如讲的像啊蔡正元有8%，杨石秋有1%，吼、哦。那么无表态者也降落来到29%。那么剩的其他吼，诶、哦，这个意见，其他意见可能也袂啦。阮国民党要死，哦，我们要选民进党诶，我们要选民进党。然后民进党诶，然后名你甲阮讲者，来来来，阮经看卖啊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是其他的这意见。那么算哪呢？这个绿营的支持度乖吼，小赢输的啦。来，挂问题哦，佫赢输的，感觉真奇怪。哎呀，这到底咱台湾的，咱台湾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想法，真正哦，这实在是有真大的这个改变哦。那么在这个民进党6个可能的这个参选人中间呢，蔡英文、郭文铁，那么苏贞昌三个人比较的较有实力了。嗯，啊，都什么实力？其实我当讲郭，但伊是什么实力？是最近的阵安尼啊，报纸较有咧报啊，安尼讲好多实力个，哇，拜托个。嗯，莫怪了，咱政治的败就是安尼生，对不对了？像这种的讲伊啊，这种讲伊有实力，伊是啥物实力，我都想袂晓的，好、哦、对不对了？嗯。那么调查显示啦，蔡英文伊个这个支持度是18%，哎呦，奇怪。啊，你都无啊？对对，较早伊嘛是有领18%嘛。哦，对，伊哦共领18%，啊，搁咧批18%啦。蔡英文对。啊，那么郭文铁是14%，哦，啊，差4%。苏贞昌只有11%啦，会奇怪。啊，一个党主席搁输这郭文铁啊，哇，我看你收收起好，收收起好。
那么学到第一领新课，这个权哦，这个即马爱讲权哦。那么其他，譬如讲卢秀莲呐、啊，五趴，可参赛得两趴呢，哦，啊苏迪芬大概差不多一趴，安尼就算较无一趴啦。那么未表态，拢总有32%哩，交车反应。那么翻译的以及着中立受访者，上界欣赏就是蔡英文。那么伫个年龄层，年龄层顶头咧，除了39-39岁比较的较青睐郭文德伊之外啦，啊，这个少年呢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都伊都啊。我高兴安尼啦，哈，唔管他啦。那么其他年纪也是以青来带较侪啦，蔡英文。那么在地区上，郭文铁除了万甲区、中山区吸引力伊之外，其他的这个区伊愿意。帅吼，比较较有魅力啦。那么所以较乖，就各有强处啊啦，各有啥物啊，各有千秋啦，对不对啦？嗯。那么那是连胜文甲民进党各候选人来对阵的话啦，结果发觉讲，胜文的这个精拔，而且个精彩度上介悬。那么调查反映，那是两个人对垒，吼、哦，连的这个支持度是36%，吼、哦，也会准那尔出来，用户者是33%啦，哦，啊这算讲差3%都无差哩，吼、哦。那么那是转换为连锁基金就对了，讲啊无出来无要选啦，吼、哦、啊所以。算了，哦，啊，甲这个连连啊，安尼先，恁认为安怎？哦，啊，那么连连用户都是40%，哦，啊，所以是28%啦，哦，哇，都差遐济条。那么假使连连乖两个人落去算，那到底是安怎？那么连连有41%。乖才剩27%，哦，国民党员，包括马英九，国民党的这个主席，你若听阿宏伫个报道吼，我看那是安尼分析吼，不如吼，咱都提这个连的啦，哦，因为呐讲连的因老爸啊，连战。嘛，真有名哩。虽然讲总统无选调，啊，人伊嘛做过副总统，遐久对不对啦？但是哦，伊个名声袂歹，伊个名声袂歹，吼、哦。但是哦，都讲笑讲个时阵安尼啊，啊，啥物因咧靠啥物连改啦，啥物作善啦，无影啦。其实哦，这个连战哦，担任这个公务员吼、哦。嘛，足久啊，哦啊，所以，卖讲人贪呐，对不对？干那遐薪水，是不是安尼？较早的人哦，拢较欠，无像今嘛，哦，卡袂着，拢爱安尼，拢闹光的就对了，啊，今较早无共，哦，较早拢去避掉的，哦，安怎讲？拢欠的。那么这一次调查在二日大做哩啦，哦，那么两天暗时啊进行呢，那么以台北市主体电话簿为抽样的这个清册。
搁再用抽出电话号码，也即个码两字数进行随机啊来取号啦，取样就对了。那么将成功访问812个成年民众。那么访问结果经过性别、年龄以及到地区，加上这个什么加权处理，在95%信心水准之下，那么中央误差为政府3.4%。所以咱拄仔第一讲的讲，这个连胜文甲蔡英文两个人都去拼，无差啦，无差。好啦，有关这个政治生态，那么大战争吼，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，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